即係我唔係就咁抌爛佢，因為我會記得每一支吉他同我行過嘅路，同埋寫過嘅歌劇。年輕得碰着誰，亦能像威霸般乾脆，快活到半人也像完成一百萬歲，任何事亦能像精彩般精彩。好似掟爛恭喜你啊！迪拜你掟爛咗好多吉他係嘛？是你託先。其實我話你知咧，雖然嗰一刻喺個台上邊，可能佢係啊，即係插極都走音，或者係有啲咩斷線 whatever， 係令到我猛震抌爛咁樣。但係每一支我抌爛嘅吉他，其實我都會後大家散場之後開咗燈之後，我係會撲翻出去將每一塊碎片執翻埋一齊。好可惜。不好意思，不是發脾氣，只不過是可惜啫。不過有些咧係我到我撲咗出去之後咧，因為我可能趕住要做嗰啲記者訪問啊，諸如此類啊，已經被工作人員清走咗嗰啲碎片咧，我係好心痛。不懂將信息説什麼。一支 Fender 嘅 Telly 係好中意，係我中意嘅。咁但係嗰一刻係一時個發咗脾氣，但我會真係將每一份嘅碎片執翻翻嚟落去，所有啲屍體我都中意。